迷你世界中的小红帽，它非常可爱。那么它的爸爸究竟是谁？众所周知，小红帽在家园中，我们可以随便揍它，它都会还手。它是一个小可怜。很多小伙伴说它没有爸爸，错，其实小泡沫也有爸爸。你们难道不好奇小泡沫的爸爸是谁吗？如果在迷你世界中也有小泡沫这么可爱的宠物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，通常情况下，小泡沫会一个人待着，并且我们人类无论如何打它，它都不会还手。你们看，它的素质非常的高，在评论区中扣出8765，你将会知道这只小泡沫它为什么都不敢攻击我们人类，并且它对我们人类非常忠诚。我们从高处跳落下去，它就会出现在我们身旁，对我们不离不弃，陪伴我们上刀山下火海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此时就正在火海中，但是小泡沫也进来了，所以这就证明它非常忠诚。那么它的爸爸究竟是谁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小泡沫的爸爸其实就是前方的这个团子，它的名字叫做圆泡团，它其实就是小泡沫的爸爸，和小泡沫长得一模一样，并且他们都非常亲近于人类，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，你们知道了吗？